我叫孟娜，是一名厨师，但我和这个高级酒店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是来捉奸的。娜娜，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们这个奸夫淫妇是怎么在一起的？骂谁呢？哎，小姐，这瓶可是82年的拉菲啊。是吗？这么好的酒可真是便宜了你这个贱人。小姐，你别跑啊！少爷，怎么回事？他抢了客人的拉菲。小姐留步。对不起。少爷。那个刘震啊，真是脑力有问题。开房还开在江南月，他不知道你闺蜜我是那儿的前台吗？死渣男。娜娜，你要是情绪不好一定要给我说，别自己一个人憋着。好了，你别再为那个渣男哭了。哎呀，没有了，我是被洋葱熏的。我现在呢只想一心存钱开店，然后替我爸夺回厨神的名号，怎么样？好吃，我的炒面西施。这是人吃的味道吗？你们这水平怎么替我江南月连任厨神的封号？凭什么给你们保护费？一群流氓混蛋。臭娘们还骂人呢，叫你看看啥叫流氓混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跟你说不交保护费别在这干。凭什么给你们保护费？一群流氓混蛋。臭娘们还骂人呢，叫你看看啥叫流氓混蛋。干什么？给我上。废物，给我追。20分钟后开会。救我！有坏人在追我。开车。谢谢你啊。当时我和他的距离只有0.1厘米，之后我们的命运就因为这0.1厘米闻到的味道纠缠在了一起。你干嘛？别以为你长得帅有帮了我就可以随便耍流氓。我是闻到你身上的味道。我身上有点油烟味。不了，是独一无二的饭香。这是人吃的味道吗？什么味道？少爷，是炒面。找到这个厨师。停车。孟娜，对吧？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。我叫孟娜，是一名厨师，和这个拥有绝世美名霸道总裁认识还不到一天。你别光聊，还有光天化日之下的，我可是良家妇女呢。爱心便当哦，我这个好闺蜜贤惠吧？是是是，但是我还有工作，你乖乖去那边等我啊。那你快点哦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好，景少爷好。是他。这位小姐，我不认识你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别走了，这味道就是你。不是我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擦擦。
我来找你谈谈。我没空，这么多人排队呢。我叫孟娜，人称炒面西施。最近我被美男子霸总给盯上了。我炒面好吃，来我来了吧。性感了吧？哎，怎么是你？我来找你谈谈。我没空，这么多人排队呢。打死你个小流氓！你说毛病？妈，他不是流氓，他是我朋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别怕，这是我家。我可以告你们故意伤人，这是重伤。好啊，成交。哎呦，我刚才去女摊位找你来着。小云，你今天出来那么早了？你听我说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我们集团的男神景少爷的。小云，少爷，我回去收拾一下，今晚住你家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还没……哎，小云，你先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。帮我说服孟娜。啊？我要她做江南月的主厨。可是娜娜是不会进入别的餐饮品牌的。我叫孟娜，一个平凡的小厨娘，却被人帅多金的霸道总裁给缠上了。马上好了。哦。来尝尝吧。味道不错。但肉质有点松散，可能是因为火候不够大，只怕反应不够充分。知道少爷你舌头好，但是你能说人话吗？我又听不懂。这个汤趁热尝尝。果然是红地蛇，蛋白质根本就没有溶解到汤里。同样的，不好吃别吃了。我只是说了不足，没有说不能吃。把这些都要吃完哦，我们家不让浪费粮食。明天的菜谱已经发你了。你是在考我吗？小鱼，你最近皮肤又变好了，你真漂亮，肯定能嫁入豪门。别胡说。景少爷，景少爷好。你是孟娜的朋友？赵小鱼。跟我来一下。帮我说服孟娜。啊？我要她做江南月的主厨。可是娜娜是不会进入别的餐饮品牌的，所以我才需要她闺蜜的帮忙。当然，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都是造我的问题，总是做不好。愣什么呢？赶紧堵上！哦。